青春制作人你好，我是一名行走于江湖的训练生，我是陈爵。今天我来这里是要向你们下战书的。头发一直黑，保持皮肤自然黑，每天身上穿点黑。如果我成功了，请叫我爵姐；如果我失败了，请各位多多见谅。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吧。